超导沙发按摩椅，智能声控，动口不动手。和 Odo 百年欧系刹车品牌，得您信赖。耶！今天都没来看，我是科比传教士，今天没来目的不告啊。啊，老板，老板传了一个照片，我们就是马上完成。传什么照片？再贴给你。好，我现在讲你也看不到，就一个照片。因为最近天气很热嘛，对不对？对，最近很热，我觉得蛮适合的。不然开车有没有？有些人这样，你有看过那个卡通不是这样？韩多路就懵了，啊啊，暴怒有没有？放开就啊，就很软弱这样。哎呀，把你吃了！我们今天就是要这个，怕你亏起凶多啊！这都洗衣馆呢，我去买了两三次，终于完成了，还有两条在里面还没拿出来。我们今天用这个来实测一下，看可不可以。哦，好，你别惊亏起多，非常发挥。好，我们今天用仙草直接带来里面好了。你知道为什么要挑仙草吗？因为它是远的比较好用，视角的也可以，只是说比较麻烦一点，可能要找一些比较特殊的视角的。其实这台已经有破做出风口了，我们今天假装是后面没有的也可以啊，不管我要坐到后面去，你看，让后座也可以响的，这还可以吹口哨嘞，对吧？那今天怎么吹不出来、啊？哦。你有看过人家讲话要安静的时候要怎样讲？有没有？好、哦，你再试哦。安静，安静的时候这样，哦，就会成你的。我吹箫了，谁吹箫？七月不要乱吹箫。七月过了，过了，刚过，刚过。哦，大声的笑死！先裁切好了。对啊，我来给你稍做一下，把它插下去哦。哎、欸，你看。哦。淡淡怎样？凉凉哎，这男女都适用。好，我等一下会改成三个，我们就主驾、副驾各一条。好啊，这一条我们改在后面。其实你看，我们就点个保特瓶这样可以了。这工具很简单的，三个保特瓶啊，一二三四五条，五条管子。对啊，啊后面我是改在上面，如果你要吹，拿去改哪里都可以，吹哪里都可以。这个大家都拿得到吧？其实如果你的出风口是四角，就比较麻烦了，找一些比较四角的东西，四角点的漏斗啊什么之类的啊，这样就差不多完成三个。主要哈，这个口不能太小，越大的越好，你风量才会大。所以它这个口是有分 size 的，因为就是洗衣机，洗衣机你不管你的管路有多大，可以这样一直缩小，都可以插。它可以裁一个，对不对？我等一下把供 Q 后啊，我被它撑也卡滚，这样 Q 漂亮一点。那我们先下车。后座没有出对啊，刚好这台是有的，我现在是把它关掉了，这样可以吹有没有？如果吹到你不舒服，你可以吹。我没有短裤啊，忘记穿短裤了。你先坐外面，你穿短裤，等一下你马上可以感觉。有风了哈，等一下我看一下，把它调正一点。哇，好宽尾哦，你吹到了吗？我，它就是中间，两个，过来。吹口哨来了，风来了，太几公哎哦，很强哎、欸，这个哎、欸，我挑了很久才挑这个嘞，不会掉嘞、欸，你看，刚刚好波尔多的，有没有放进去？所以如果你刚好是 central 的话，可以用波尔多。哦，风竟然是桃哎，等下会不会吹一吹，有一只蛇跑出来？这绝望啊，得够了。不错啊，真的很凉哎！我在吹我的蛋蛋了，你先坐一下，我去拿个贴布就好了。好，就是从这个管子，然后再涌下来，然后从这里，然后这边有一个转接头，转两个，这个，这边，华哥。我今麦要双管齐下，哇！俗称的双头龙。哎、欸，你这样、哦、晚上流鼻水，不要怪我、哦。不会啊，现在就不会叫了。好，另外一个也弄好。啊，方向盘，方向盘好。对啊，好像可以啊。正常一点就把它套上去，蛮帅的。那阿哥，你有看到那种用锅子吗？然后他把它改成方向盘。我本来要改啊，就是已经有那种锅子，我就不要，我要用别的。
应该就不会吹了吧？一点点。嗯。这驾驶座就可以吹了。驾驶座一条。还是这边也要做一个这个，直接透气。哈哈，直接可以套住这样。我本来想买那个面具那种，直接可以挂一下，应该也不错哈。大哥，你知道这还可以干嘛？是你把这白色的管子插在那个饮料里面，然后你这边分两支，然后两个人就可以这边喝。哦，好了没？中间这一根就是连到后面。我穿的裤子就会感觉凉凉的，生活智慧。我觉得厉害的是网上还有在卖这个。哦，是哦，对啊，上次老板贴的就是网上在卖的、啊。这个山啊，有些开车不是都会握到方向盘就开始摇了，从那小开车咧开油了，嗯，开起大，你再给吹了去就凉了。哎，嘎铃顺，嘎铃顺，你就哦，让你先过。啊，安呢大概花多少钱？我忘记了，一条大概六七十块的水管而已，这三个不用钱，贴布也不用钱，只有水管的钱啊，还有一个三通了、啊，专利用的三通，这个是。这样可能不足，我们是快去晒太阳。高岛沙发按摩椅，智能声控，动口不动手。Ferodo 百年欧系刹车品牌，得您信赖。我把它减弱了，现在不是最强的风哎，只开四格嘛，对啊，它应该还有几格，我还可以再强一点，六格。哦，哦，双重奏。太强了。都可以直接当乐器了，这差不多还得哦，修炼。其实就直接吹衣服里面，一整个衣服里面都凉的。对啊，整个对。稍微再改装一下，比如说贴个黑色胶布，弄好看一点，把它弄成三色的水管，把它彩色。然后而且这管子其实不太会坏吧？万一你的角度坏掉，你不能吹脚，这个风太强了，不适合女生用。拿吹口哨出来应该会，这个很强。这如果是冷气没有很冷的话，可以考虑装一下。哇，这还可以当那个，就假如你今天去玩水有没有，然后头发湿湿的，你要热的，我用转热的给你吹我的头发，就知道风有多大。可以啊，来啊，当然哦。哦，你是蒸发了，好，加法会被抓。哇，蒸发、啊，我虽然额头比较高，啊、如果是加法它飞走了，好笑。没有最强，还差两个，我再开最大的。咻！开最大，我对着嘴巴都会那个。啊！这缺点就是风太大的时候会吹高音，还是因为它这个接口旁边它本来就会有那个缝隙。你好，这边不会漏啊。我进，你看，你这样不太会漏。这进去真的是很紧，你看。啊，后面来。本来装在这里哈，应该再买一个类似像吸烟器一样宽的，或者是说你把它改一管就好了，在这里啊，插在这里装一个类似这种的，装上去就可以这样对向吹。我有看过客人曾经改一个在中间，可是他是用电风扇在吹，然后这样冷房的效果更快。这还可以，你跟朋友出去然后唱歌，唱歌，哎，有回音哦。好，我跟你讲，讲敲脚崴可以。以前不是拿一个线这样讲对吧？用两个纸杯的哦。它是要把它藏起来啊，从一直上来直接就吹到淡淡的地方。材料简单，大家都会做，就像国小的美劳一样。夏天水喝够了就可以三不五时。好了，等一下等蔡三未来，等他吹一下。啊，这也在储物哦。哎、那起雾的时候应该可以哦。饮料你也不够练，我最好练。啊，现在买口罩这样。我咧挂着个那边，就刚才在外太空的回家。检查来检会不会误会？别吸下面，你要不要吸一口？哦，不要。这开车不管你哪里热，真的是哪里热都可以吹哪里，只要有洞的地方都可以吹。有、哎，好了，等台上的卡森卡修吧，差一点卡森了。高岛沙发按摩椅，智能声控，动口不动手。Ferodo 百年欧系刹车品牌，得您信赖。啊，你今天要来测试这玩意到底有没有用？有哎。哦，我刚才暴风吹，温度嘛，现在27，我秋风也没录到秋啊，28，好，可能，哎，你看，水十九，十八，十七。发动机如果冻伤，不要找我。十了啦。十二，还是可以再掉了，对吧？对了，十多度了，十度很冷了呢。哦，你赶紧戴口罩了哦。
样子啊。对啊，我们上路再查。啊，开较紧诶，你创啥？哦，打他回头啊！哎、欸，马上退伙哎。对，啊，绿灯啊，都唔紧行啊，啊，无快一点呢，哦，哦，好，打打来的啊。不要，感觉可以直接套进去。啊，测试一下。等下你变冰棒了，外观。本来是3公分，吹到最后只剩1公分。真的是。旁边都看不到了，操。好、哦，等一下你要拿筷子去夹出来尿尿，夹出来。好。现在已经抽了一阵子，这根只要是不能用。不会了。你有听过那个抖音？我看过，问那个女生，你觉得精神出轨比较好，还是肉体出轨？当然回答是，当然是肉体啊，洗洗还可以用啊。哦，哦，这样很快吗？差不多19了。啊，我现在打。你没有打过？你没有打过啊？我没有。啊，我没有在你的后面打过。啊，我也不想你在我后面打。哦。现在是30度，30度了。看双通管下去。好了，我要打。24度，刚30度，现在变24度。这玩意你如果要�卖，你可以卖多少钱？水20块嘛，买个贴补，贴补就可以三个都用了嘛。对，啊，这一管加了60、80块，加这个90，啊，这个也大概90。嗯，93、27，270，啊，三通。忘记了，这个都很便宜啊，这个只有洗衣管而已啊。它原来是卖多少钱？多少钱？人家卖258块，但是它只有一根管子而已。啊、人家一组，我们就大概有可以买3组了。但我有个建议，你前面那2根可能要裁短一点。这个、哦？对，穿那个很长就顶不耶。耶，这样算挑战成功了。如果这个放在后车厢啊，别人捡到以为这是什么，你知道吗？这是不是放一个管子透着啊，可以尿尿啊，把它放在我后车？不是啊，有点像，对不对？这就好用哎，我大家发现，你那腋下老光了，擦腋下，胸部大的人也可以搓一下，也都免惊告光，都免惊谁不一样。好，现在开始开卖，1组100块。矿泉水还不用钱，加油送的，安装很方便。小卡擦的对吧？就安尼，你我别看。快吗？其实就安尼嘞，后面就是把它加2个管子过来，还放上面可以吹黏嘛。如果你觉得不够的话，你就可以看你拿下来吹哪里都可以。好，一组卖120好了。啊，比较划算一点。不过这一组可能目前还是仙草限定，我们还要再研发其他车型，然后最后我们会想办法弄一个通用型。好，表示我们这次挑战之成功。好，喜欢记得帮我订阅、分享、开小铃铛哦，我可以无敌不告。耶、yeah。